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又再是一个星期，我们喜得来到神的殿中。虽然我们不能来到具体的来到去敬拜，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拦阻不到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到去颂扬敬拜他赞美他。让我们这时刻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恩，我们愿神你在这个早晨继续的来到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里面心里面还是依然的发出这赞美的诗歌，赞美的声音，歌颂的声音，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诉说颂扬神你的作为。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信实的神，永不改变。主，我们在这个今天早晨，在这个农历的初三，我们依然要来到赞美，纪念神你的恩惠。我们将今天从头到末了都恭敬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你的圣灵在当中来到去得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的名。是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站起来吧，若你能够站起来的就从你的座位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到拍手，来到颂扬我们这位的君王，他爱我们，他就是我们的主，让我们来高声欢呼哈利路亚，来能纪念他的创造，纪念他的拯救，纪念他的救赎。让我们一起来扬声心，有没有这么样的喜乐来到在他的殿中，来到欢呼呢？让我们带着一颗喜乐的心来赞美，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创造主。
的心充满的赞美。主，你让我们看见，你打开我们的心眼，看见我们原是不配的，但是你既然的这么样的在乎我们，爱我们，拯救我们。主，我们真的满心感恩。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因为主你的带领从不停止。你不因这身这个的环境的这个的变动而改变，然而你信实的因着神你的爱，你的智慧，你的大能，你必来要带领我们。主，我们真的满心感谢，愿我们的心每时每刻继续的来到颂赞，颂赞父神，颂赞圣子，颂赞圣灵。你的作为太伟大，一切荣耀都归于主你。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Amen。 在黑暗中我们等没盼望没光明，直到你从天堂奔，你眼中满有怜悯，回应愿律法和先知，正道出自丰盛女，从无限荣耀宝座上，降在无悔马槽里。你是那万王之王，你眼中满有怜悯，为因愿律法和先知，正道出自丰盛里，从无限荣耀光座上，仍在不会马槽里。赞美神
直到石头被挪开，高崖胜过了虚妄，失去的尘土复活，连石头敬畏赞礼，把眼前来的灵魂都会归天父身边，基督的教会诞生，圣灵过去怎么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
要让你的子民们得到自由，如今你也是一样的，要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自由。祝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愿的圣灵在当中不断地引导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回头，不回头乃是继续地来到跟随你。因为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充满大能的神，你眷顾我们，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的名， Amen。